我们是来录手气的味道的，对啊，为什么连着几期越来越像熟悉的运动了？不知道，这是一个体育学院吧？每一期都要先大清早起来先运动一番。哎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哎，二位好，师傅好。哎，师傅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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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怎么抱拳啊？左手掌，右手掌，这样，对对对对对，师傅，二位好，告辞，告辞。 告辞，告辞，告辞！什么情况？为什么？我们是来录熟悉的味道的。您是谢楠吗？对对对，您是费飞，费飞，费飞。我是受一个神秘嘉宾的邀请，来教你俩那个功夫，咏春拳，听说过吗？当然，听过，对对对，做好挨打的准备了吗？挨打，挨打。 不是我们打桩，他做好了，他做好了，对我做好，那就好，OK。我们是有什么任务必须要完成之后，我们要是不完成这个，可能嘉宾就不会来了，练吧，练吧。OK， 这叫木人桩，他就像侧着站着一个人一样，咏春的口诀是。 无时无对手，静与庄中求。当你没有对手的时候，对，没有对手的时候，就是拿桩子来训练。来，你俩站这边，先学简单几个动作。咱们学一个绑、摊、拍，这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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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绑，这是摊。一人一桩子，你一人一桩子，应该这个吧？整个身体这样吧？对，哎，对，拍，这不还有天赋吗？ 哇，我好爷们儿啊！我觉得我，不错不错，家里有高人就是不一样，练两下，是不是啊？无时无对手，静与庄中求。哇，但是好疼啊！我的妈呀！一来就叫他们打桩啊，好痛苦，待会他们肯定这里都是青巴巴的了。那咱下一动作，哎，下一动作绑，看绑，哎呦，绑，哎呦。 拱形原理，对，回来，再转，对，回来，好，走。跟着我左手，右手一个慢动作。好，走。跟着我左手，右手一个慢动作。用手，左手慢动作冲过，我是不是又分错了？这是右手对吧？咏春都是借力打力的。 他是让你感觉这种力量，看，啪，弹性，看，弹性，这个手打过来，拍我一巴掌，哎呦，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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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师，还是疼呢，还是疼，做好挨打的准备了吗？他做好了，对我做好了，做好了，对，那就好，OK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痛苦吗？痛苦吗？啊？学动作痛苦吗？ 谁？什么声音？谁？痛！很痛吗？超级痛的！我来了！哇，红姐，没看来好久，我说，哎呀，惨了，惨了！哎呀，惠英红，中国香港著名女演员，电影金像奖最佳女演员。 在《长辈》《心魔》《血观音》《幸运是我》《铁探》等众多影视作品中，以其精湛的演技，塑造了许多经典角色，成为深受两岸三地观众喜爱的实力女演员。成长的历练和事业的起伏，令她现在拥有更多感悟，去勇敢面对。